来了，小白哥，小费，你们几个迟到了。哦，那个，我们路上堵车有点。对对对，坐吧，马上开席，开酒吧。 小曲奇，哎，我是可以啊，你没事吧，各位，一个个拿不开涮啊。对呀，涛，我们呢？我告诉你们，全给我换成红酒，谁都别想走，全喝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倒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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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喝呀，今天。哎，我酒杯呢，服务员？你拿这个干。我这干这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是这不交了啊，我带着司机来的。哎呦！ 喝口水，劳模。谢。嗯。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呢？这家教也不严啊。怎么说，现在也是男女朋友了吧？ 假装的男女朋友，你呀，一天戏太多了。李杰森又不是没告诉你，他们今天同学聚会，装什么装？那你也不配合我一下。戏太差，接不了。我戏当然差了，那面上有些人啊，全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内心体验表演法，演的那个投入那个真啊。你是不是肉痒痒了？哪不舒服？ 不跟你说这个，他们今天同学聚会，你一点都不担心？我担心什么？男人聚会无非就是老三样的话题，吹牛过去，吹捧现在，吹掉酒瓶。但是，还有当年的女人。你不说。 哎呀，咱们有点饿了，小飞，你帮我点两个菜。那个水煮牛肉，西红柿炒蛋。大哥，现在是转场了，已经到了 KTV， 点菜谋啊，点歌 OK。知道，我告诉你，虽然我喝多了，但是我看得很清楚，你的小白哥变成了大白鹅。<笑> 你的小曲奇才变成了大汉堡，你不准说我的曲，不准说我的小白鹅。
让。 宇哥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特别开心，12年了，我又见到你了，而且我还坐你边上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会儿你都不跟我女生说话，你都离我们远远的。我那时候害羞啊。那我今天跟你说个事儿，藏在我心里。 12年的秘密，但是这个秘密它就是秘密。我们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咱俩心照不宣。你这么多年一直单身，你说我也一直单身，我就觉得这是命运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咱俩喝一杯。袁海，喝啤酒，好吧？好，那我唱给你听。女人怎么了？ 聚会当然有女人了，是很正常。当年的女人，当年的情人。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。谁年轻的时候没谈过恋爱？不过你看他们聚会，哎，就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那会儿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偷吃零食，还是上课的时候，一起去路边摊，一起抄作业，还每天谁也不扶的样子。没事儿吧？ 看看当代歌坛，一起追那些男神女神，一起经历那些起起伏伏，真挺好的。你那么怀念过去的时候，为什么每次我们聚会你都不去啊？我才不去！以前你以为那些男神女神，现在不是胖子，难说。以前雄心壮志的人也会为五斗米折腰。 你说见他们干嘛呀？这不见，你才能记住他们最傻、最天真，也最美好的样子。可这些就是我们的现在啊！就算你不喜欢、不接受也好，那现实就是这样的。那人总得向前看，不能老活在回忆里面啊。 你还记不记得那会儿哥们比现在还胖，是不是？不是有一回那个彩大校队是吧？来咱们学校突然就过来踢场，人家出招咱们得接，是不是？你临时就凑了几个踢得好的同学，直接就跟他们干了一场。下半场刚一开赛，咱们那个门将直接受伤就下去，这家伙把你给急的。 满操场摇人，满操场喊呀！这最后你没招了，哎，杨小凡，你上！我一想我上，我哪行啊？我这200多斤大胖子啊，我从来也不运动，我上去以后我这不是给你找事儿呢吗？喂，哎，你当时指着我鼻子说，今天不是我让你上还是不上，是你。 必须运你得上场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记不记得当时你是用脸接的球啊？哎，但哥们那球接没接住啊，对不对？你当时还跟我说，杨元海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是咱伯利最帅、最英气的汉子，对不对？ 就冲这句话，老子今天就是死在球门里，现在也值了。厉害！我也唱你。哎，咱们那个后来几比几啊？反正我记得下半场你连进了仨，但哥们儿也丢了仨，好像最后是不是还是输人一分啊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哥们儿当时没怂吧？没给你丢人吧？ 所以我要感谢你，我感谢你一辈子。从那以后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怂了。我现在不光不怂，我还特别的有保护别人的欲望。我开了一个公司，安保公司，我手底下200多兄弟，都跟着我干。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，全市所有单位、所有公司。
都要由我的人来守护他们的大门。千万别一天丢三个球。啊，南哥，南哥。包爷，我真的衷心的谢谢你。这辈子你鼓励了我很多，帮了我不少，所以这杯酒让我们敬我们过去的青春。敬最好的我们。这么多老同学嘛，陪别人聊会儿天儿。我看你一直一个人坐在这儿，跟谁聊天呢？得理不饶人啊！你总是找借口。你还好吗？你先。我挺好的。你呢？还是一个人吗？哦，是啊。是啊，挺好的。好吗？等你结了婚，你可能就明白了吧。我知道你来了我的婚礼，我呢，因为婚姻而选择了婚姻，现在也只能为了生活而生活了。你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任何一段美满的婚姻，它在过程中，你都会有十次想离婚的想法，五十次的你争我吵，一百次你甚至都会去否定自己当初的选择。其实这个世界上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婚姻，所有的幸福，都需要磨合、经营，两个人去付出的。不过我相信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吗？什么时候？现在。关老师，只可惜我的天作之合跟我擦肩而过了。哎，你别喝酒了，我看你有点喝多了，我给你要饮料吧。我今天只想喝酒，来，敬曾经，敬未来。来，我们的哥，强哥，强哥。有些时候，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正离开时，你却没说一个字。你只是挥一挥手，想要我要飞，只是人生毕竟何时就喝了几分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的甜，或许在陌生体验也有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这样子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。人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
莎士比亚说，青春时代是一个短暂的美梦，当你醒来时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是啊，这是一个无比真实的梦，它有苦有甜，有暖有寒。这梦也许你会分外的想念，也许你不再留恋，然而无论怎样，梦醒时你都来不及挥手再见。然而今天我却知道，这梦会醒来，却永远不会消失，因为它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你我之间。喂，喂，童宇，先别入屋，你可以听我说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平时挺能装的，对你总是忽冷忽热的，而且对很多事都很强硬？他是我 boss， 北齐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他也有脆弱的一面。喂，在听我说话吗？我不管咱们俩是真的还是演的，我想跟你一直演下去。对不起。你打错了。没事。谢谢你能听我说完所有的话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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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就送个客人到 KTV 门口接个人就走，不停车。那都像你这么说啊，都说不停不停，那都停这儿堵死了，那别人怎么走啊？那我到 KTV 门口接个人，我要方便是不是？那不停车不停车，没有位置，真的不停车，师傅不行，赶紧走。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你要不走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把车锁这儿了啊。你这人怎么那么难沟通呢？你啊，不行，赶没有位置，赶紧走，别人就没法走了。说了不停车不停车，接个人立马就走了，我不是，哎呦。走不走？不走，我锁车了啊！看到看到看到！师傅，我们走吧。啊？不接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师傅啊，前方路口直走。嗯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三个这一早都给我笑醒酒了。那话怎么说来着？酒品如人品，欢迎你们三个现在马上到我家，来分享一下精彩的故事啊！我一个人睡得好香。啊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几个稍微冷静一点，咱们现在先把昨天的事整个局面先总结一下。首先，郭老二一觉醒来之后，发现自己一个人在酒店里边，然后身边有雅丽的围巾。杰森呢，一觉醒来发现信用卡少了10000多。小飞倒还好，只是嘴破了。我这叫还好吗？我跟你说，老激情了，哎呦我去！我你们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童，看着我们眼睛说话来啊！我现在就在看着你们三个的眼睛说话呀，你们三个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想一想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。回忆一下，开始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回去吧。我就说跟你聊会儿天儿，怎么给自己喝多了呢？啊，到我给你送上去。啊。今儿喝了这么多酒，只有我担心你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摔跤。哎呦，我去！哎，
不是，你说同学聚会完了，你们干嘛都不管我呀？郭老二啊，我们都喝多了，谁管得了你呀？哎，你们先别吵了，是要冷静一点。你们吵架有什么用啊？你们仨呀、啊，是那么没有底线的男人吗？不是啊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的回忆一下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，所有的蛛丝马迹。咱们稍后联系。送我进来应该没脱鞋吧？这鞋码看起来应该是37码。迪奥真我。去，不会是他吧？知道，你今晚想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我，但是我很庆幸，听到了你的心里话。好好睡吧，晚安。说的嘛，昨天晚上他为什么会来接我呀？谢谢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想问件事儿。那您说，昨天我喝多了，送我来的那位朋友，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呀？他昨天身份证没登记，上去没多大一会儿他就走了。啊，好好好，谢谢啊，没事没事，哎，没事。啊，谢谢，没事。大力，别走！我要祝你，祝你幸福。你也是。兄弟，到了。兄弟，结账吧，3叉块5。账单，
结账。买单，买单，去，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们都是女人啊，走开。不是，金子，你现在这么霸气，上学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买单呢？我在学校，我怎么没买单？我没请过你们喝过酒吗？啊！别闹了，你什么时候请过客呀？啊，那会儿聚会都是人家童宇买，要不然就是郭崇买，最次也就是啊向小飞买。你什么时候掏过钱啊你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怎么没买过？我没有请过你们吃饭，没有请过你们喝酒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单今儿我买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别逗杰森了。账单给我。杰森，今天说好 AA 的，你别闹啊。AA 什么 AA？ 我告诉你，再给我抢，我给你急啊！不准 AA！ 我告诉你。兄弟，我不差钱，今儿我买单，买了，刷。那个小白哥，这样哈，昨天晚上，就是后来咱俩，这没干什么吧？大哥，你别说那么猥琐行吗？杨元海把厕所都吐堵了。然后你陪我去了趟洗手间，当然你是在外面站来着。后来我们就回去了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就是我就问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什么别的什么事儿？有啊，你很贴心，很绅士，你还像当年一样那么可爱。那个就是我打电话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告诉我啊，就具体我是。怎么个绅士，怎么个可爱法？做什么你忘了？你怕我难受，还把衣服借我披上了。这事我还没谢你呢。然后呢？我老公过来接我，我就走了。他还说改天啊，请你和童宇他们几个吃饭呢。哦，你老公来接你了？哎呦，哦，好，行，没事 ，OK， 我就随便问问。行，那咱们常聚，好吧？好嘞。我来接他，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我去，那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还有别人？妈呀！去，这怎么跟他交代啊？这是母亲了。谁啊？不是你小点声，许多呢。他早走了，你们俩有完没完了？一个昨天晚上回来骗你陪他吃宵夜喝酒，打电话不睡觉；一个早上我刚睡着，你敲门跟鬼畜似的。不就聚个会吗？要翻天啊？喂，艾丽。谢谢你啊，顾城，你还想着把围巾闪送给我，我都忘了。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我还没有谢谢你呢。那行，就先这样。好，再见。
我最喜欢这一段了。在我身上出现了某种沉默，我想我是在等待。然而我过了塞纳河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嗯。哎呀，疼！哎呀，嘴巴怎么了？嗯。啊，我事先声明啊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嘴巴之所以会这样，这事还得怪你。怪我？对呀，你老出差不在家呀，我想你呀。那一想你我就喝酒，喝醉了之后我就看了照片，我还仿佛看见你了，我以为你站那儿了。我过去就要亲你，啪一下磕墙上，完了之后，你看嘴成这样，编的挺好呀。天地良心，我绝对没编，说的全是实话啊。如果我瞎说的话，我骗你的话，我就不得好死，断子绝孙。你看，你看照片。要不要补点药啊？不用，自己会好的。去美国给你带一个礼物，哇哦！希望你会喜欢。OK， 我先上洗手间啊。好。小飞，是什么？老婆，这我能解释啊，我什么都……天地良心，断子绝孙是吗？够了，向小飞，我刘胜男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同学聚会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最恨别人欺骗我，滚！那个，就是在公司，你要干嘛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，但是我可以解释。昨天晚上你肯定过来接我，发生了什么误会？我没去接你。你不是发微信了吗？我临时有事儿，所以我掉头走。我不管你去还是没去。让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昨天我们同学聚会，我喝多了，我给你发了一个微信，然后后来我打电话打错电话了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不需要的。下班的时间离开这家公司，你该干嘛干嘛，你是自由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是在公司里面，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。我也希望你自己能把自己的心思放在你的实验室上。还有，一身的酒气，麻烦离我远一点。这一刻，我突然间想起了早上岳子谦跟我说的话：“你不就是聚过会吗？是不是要翻天？”是的，我感觉天已经翻了。徐总，您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如果你的人生没有规划，我觉得理财也不必买了。哎，倩倩，啊，倩倩，你别走啊！你身边还有个我呢，你记住了。你后来去哪儿了？后来就我们哥几个喝多了。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撒谎？